下车楼是112楼啊，这个好像只要跑到底就好了，走，但这个比较不烧脚的方式是，我记得可以无人机引过来，我记得这关是可以无人机引过来，然后从头跑到尾不烧脚，哎、欸，这个就没差没差没差，我们就直接跑，我们就直接跑，反正我够硬的，够硬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紧张我，我们逐步点地，好不好？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哎呀呀呀！被射得满脸满身都是哎呀呀！我们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OK， 九兄 ，OK， 九兄，赶紧前往下一层电梯处。哇，可以，我们假钢炮，已经冲到这里来了，非常舒服。要停一下吗？不要！我们一口气，一鼓作气，冲到底！击败指定怪物！不是啊，我卡住了！我差点翻车！没事，给我摸下来，我们活下来，差点翻车，但是没有翻，不要怕，我们活下来，我们利用我们的聪明才智，成功的存活了，各位，不要怕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反击的后脚响起了，不是啊，我刚差一步啊，奇多啊，我刚真的是想说跳下过来就安全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差那一秒就直接死掉，啊，好险是他刚好不打我的问题啊，刚好他们打我的问题。机器是卡住了，不行，没有，机器没有卡住，啊，他还是在 key 掉，就是还在 key 打，没关系，没有，比上季软，我上个季一二我这边就没伤害了，可是这次一二我竟然还会有伤害，那这个比上季还要软一点点，等下外面是还有三只啊，我记得这个外面是还有三只，对，有软很多。他们射完，然后不知道。这是上次的16啦，但是这是算是软化的一。不是啊，有人在射我屁股啊！啊娘，有人在射我屁股啊！太变态了，连我的屁股都不放过，气死我了！成功过了！哎呀！快出发！出发！113，我们最后的决战，入骨冰锥，看一下要干嘛？完蛋了，我这边完全没有看攻略啊！我先跟你们讲，完全没有看攻略啊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嘛。我这次是我第一次来打，但是不要紧张，简单就是这么的天台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路痴，看我怎么翻墙，差点新年快乐。我们是专业的战斗天才，不要怕，没有再害怕的。我要害怕一下，我是太冲动了。死去，跟我比硬度，哼，脑子比你硬。我在打明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还在哪里妈妈石块，跟我比硬度，气死了。来，很难打是不是？我在想什么东西啦？我花那么多钱搞这套装备是搞假的哦！洗洗睡啦，下刀还会痛？好痛！减伤九十，减伤84%，减伤九十六%，减伤96%。肝好痛！轻点啦！轻点，慢点啦，这朋友嘛，哦，总算安尼咧，你有啥物要安尼咧？对不？我会当做朋友的啊，对不？不要打断我紧急治疗啊！你干，鸡鸡拉到吗？鸡鸡应该会拉吧？完了！我有开到吗？好像还没开到吗？难道是有开到没开到啊？有开到！快走！
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等一下，我哎哎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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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前有豺狼，后有虎豹，哇，完了！然后是一只一只，还有一只还有，鸡鸡救人，鸡鸡救人，鸡鸡先救人啊，鸡鸡！你不要给我阴阴德啊！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文、哦，我叫文在干嘛？哭啊！不要！应该这应该没事，这应该没事，我们不要太靠近他就好了。不要乱用特技啊！能用无人机的情况下都用无人机复活啊！什么时候用特技复活？当你无人机扛不住的时候，我跟你讲啊，比如说今天这只怪打到我，会打到无人机，无人机会爆掉的时候，我们再用特技复活啊！不然你用特技复活啊？如果、欸、你用特技复活 ，CD 时间30秒、欸，哎，非常非常长、欸，哎，知道吗？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欸，吸时间30分钟啊，5分钟啊，5分钟啊，那这样基本上这场我用不到第二次啊，没办法用第二次啊。啊，一是打不过，一三就快吐出来了，一三就快吐出来了。我们吸收了苏打的灵气，好不好？我们吸收苏打灵气，这样子伤害又增加了一丁点啊，又增加了一丁点啊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！哎，好了，各位114喽，114喽，力抗冰锥啊，力抗冰锥啊，干！怎么看？哎、欸，我枪歪掉，我枪歪掉了。这边是要全清啊，各位，这边是要全清啊，我慢慢清过去，慢慢清过去哦。这个距离红点还有伤害，可以。哇、哦，前面两只比较硬一点点呢。真的假的、啊？然后125关我知道很吃那个很吃火力啊。这个无人机先叫出来了，我就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死？干，还好三枪死，三枪死。我们这个还可以硬压、哦，三枪死还可以硬压。你我知道你雷托，你突然雷托不是你雷托现在赚点几星？你现在雷托赚点几星？因为我叫你雷托赚点很高兴啊，我叫你雷托赚点很高兴啊，那个不能跟一般人比的。目前无人机好像可以稍微卡一下，我不知道了。所以我叫无人机出来支援。哎、欸，还可以，还不错的。无人机会让那个小兵兵他们小卡一下。这个我被盯倒了，等一下啦，不要这么凶嘛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可以温柔点吗，小姐姐？哎、欸，靠腰、啊，等一下，我在这打心酸的、哦，启动电台发现在这里啊，我在这边开心酸的就对了，干，等一下、哦，哭啊！我们要先打才对啊！哎呀，喂，站起来，靠稳你位啊，靠稳你位啦，慢点啦，慢点啦！哎呦呦，安妮好呀，差点翻车，换来！哎，小姐，不要这样子哦，小姐，你再来，我要叫喽，小姐，我要叫喽！完了，等一下，等他们这波打完，哎、欸，他没打我的无人机耶、欸？为什么？怪！哎、欸，我记得我这样会无敌，我怎么会打到我啊？屁！为什么会这样打到我？哎、欸，那我无人机马上走特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血有点少，血有点少。哎、欸，完了！不是、啊、他怎么会看我？他不是在看我无人机吗？等一下，他怎么卡在那里了吗？我先复活。等一下，对啊，怎么卡在那里？他怎么看到我的？完了，我们现在先不要死哦，这个现在不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他回去，跟我去，小事。
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先把他这干掉。好，我们先回血，我们先回血。我等下叫破翁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先回血，然后等那个状态消失，先清掉，慢慢清，慢慢清，因为这边还很软，这边还很软，我们现在过，我们就慢慢清掉了，不急哦，不急哦，不要急哦。我刚刚就太急了，太急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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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次还不算难，一次还不算难。哇、哦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只能被说了，只能被说了。我讲，因为这个有比较技术的过法，就是你用无人机直接去吸引那个攻击就好了，直接吸引那个攻击就好了。